等一下，什么东西没有啊？我那张卡片超级稀有，这些卡包里面都拆不到。不可能啊！什么卡片在奥特曼卡盒里面拆不到呀？那张卡片超级稀有，都快绝版了。要绝版了！小伙伴们，到底是张什么卡片在卡盒里面都拆不到，都要绝版了呀？那张卡片是两个奥特曼，而且非常的帅气，这些卡包里面都拆不到。啊，还有这种帅气的卡，要不我帮你找一下吧。就在等你这句话了。行，那张卡片正好我也想见识一下，我去帮你找一下啊。二姐，帮我找一下有两个奥特曼的卡片吧。两个奥特曼呢？对呀。那我在我这个视频版里面给你找找。好，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。哎，欧尔卡奥特之王。可是这只有一个奥特曼呀。 看下一张，HR 卡杰德奥特曼，哎，这有两个奥特曼，是不是啊？哇，这张卡片还是 3D 的呀，非常的酷炫呀，应该就是这一张了。二姐，借我用一下啊！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给我看一下，什么这张？哎呀，不是这一张，啊，这是电视卡，每一包幸运版里面都会有一张电视卡的。那是哪一张呀？这张卡片就挺帅气的呀。 帅气是帅气，不过那张卡它是两个奥特曼在一个框里，这两个奥特曼两个框，两个奥特曼在一个框里，这是什么卡片呀？嘿，我知道了，什么？你又知道了？这种奥特曼卡片我见多了，你见多了，快拿过来，快拿过来啊！你等我一下啊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今天人不在，这里有些奥特曼卡片，达伊盖伦，看看有没有双人的啊。 没有啊，这些卡片没有。这里还有一盒豪华版呢。既然大姐不在，那我拿去拆一下。两个奥特曼的，不就是一张双人卡吗？看我一下就给你拆出来。哎呀，还什么绝版卡呢？压根就不是的。那张卡片可多得很呢。这一包里面看见没有？怎么都只有 SR 卡呀？这豪华版是不是没有那种双人卡呀？这一包，这啥？ SSR 卡高斯奥特曼日冕形态，这张也不是的呀，再拆这一包。嘿，幼儿卡的特例加奥特曼跟黑暗特例加，就是这一张了。两个奥特曼在一个框里面，没错啦。我猜到了，我猜到了。妈，又猜到了。看一下是不是这张？嗯，不是这一张，还不是这一张呀？你说了两个奥特曼在一个框里面，不就这张吗？ 两个奥特曼是在一个框里面，但是它只有一个奥特曼的名字，这又是什么卡呀？它不是双人卡，它是一张单人卡，它的另一个奥特曼跟它一模一样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那到底是什么卡片呀？我说了，那张卡已经绝版了，拆不到了。嘿，我知道是哪一张卡片了。你又知道了？哎，我见多识广嘛。可是我没有卡包了。哎，这好装，想要什么卡包？哎，我就要这个杨艳版，这里面肯定有。拿去，拿去，拿去。这里面肯定有。哎，大姐，拿了个卡包。哎，我刚才好像是拿了你一盒豪华版。那就得了，给杨艳版给我了。哎，给你没关系，大姐。不过你得把里面的卡砖给我，我拿着有用呢。什么？
说，没错，小伙伴们，那到底是哪一张卡呀？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啦。那张卡片已经绝版了，这些卡盒都拆不到了。哎，那老板，你有没有那张卡片呀？我没有啊，但是我见过。你见过有什么用啊？你爷那是你一顿在那里瞎说呢。讲了半天，原来那老板在胡编乱造呢，真是的。咦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幸运礼盒。这都2022年了，谁还玩幸运礼盒呀？但这盒子还看着这么烂。奥特曼卡片跟卡包，哎呀，这幸运礼盒，还挺不错的呀。捡都捡到了，咱们来打开看一下吧。这什么卡呀？
哎呀，这一元包里面还就没啥好卡片呀。再猜，又全部都是垃圾卡。这卡片等级也太低了吧？这里面有啥呀？欧尔卡的赛罗奥特曼，秃头赛罗。哎呀，这张卡片还不错呀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还有一包呢，看一下这一包。哎呀，这一包里面啥都没有啊。咦，这里还有一些卡片，马上来看一看一下。哇，3D 的怪兽卡，这都是一些好卡片呀。哎，这人翻过来了。这些卡片等级可不低呢，这卡还真不错呀。嘿，这些是什么卡呀？哦，这些应该就是剧情卡了。这后面还有，等一下，小伙伴们，这是什么卡呀？哇，3张 SP 卡，赛罗、欧布和杰德。这个卡片怎么有点眼熟啊？该不会就是老板说的那一种吧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这 SP 卡的赛罗奥特曼，两个奥特曼在一个框里，一个名字，而且这个奥特曼还是金色传说，应该就是这张卡了。老板说的没错呀，我现在就去给他看一下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哎，你又找到什么了呀？我找到你说的那种绝版卡了。你看 ，SP 卡欧布奥特曼 ，SP 卡赛罗奥特曼，还有一张 SP 卡的杰德奥特曼，跟你描述的是一模一样啊！怎么样？没错，就是这个。但是你怎么一下找到了三张啊？这个是我从我自己收藏的祖传电饭锅里面拿出来的。哎呀，卖给我怎么样？啊，卖给我怎么样？哎，卖给你，这都绝版卡了，我怎么卖给你啊？卖给我吗？哎，不卖不卖。哎，我不卖不卖，这不能卖。今天在家打扫了卫生，大姐给了我40块钱。哎，快来，干什么呀？活动，新活动。新活动？什么新活动呀？看这里。哎，抽球活动。哎，小伙子真聪明，抽到什么就拿什么。哇，3周年杨艳版。哎，3号再来一次，4号发200张。这5号是个啥呀？怎么还有张怪兽在上面呀？哎 ，PK 就是你能打败我这张怪兽卡，就能获得一盒雷电版。哇，这不错呀。怎么样，小伙子要不要来一次呀？哎，要多少钱玩一次呀？40块钱呀。可是我一共就40块钱呀。哎，我在犹豫什么？万一你抽到了1号，我岂不是赚大了？哎，抽到2号也挺赚的呀，老板，你说的对，来，我抽了啊。就抽这个，看看是个几号。老板，是1号，3周年归我了。来，老板，求给你，这3周年纪念礼盒是我的了。快，你干什么？老板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耍赖呀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不能这么讲啊！我还没开始呢，你就开始抽了。哎，行吧。好了，到我了，来个1号。老板，4号。哦吼！哎，小伙子，是不是一模一样啊？啊，那老板，你等我一下吧，我现在去拿。哎，卡片我倒是有不少，这里有20000张奥特曼卡片呢，可是我没钱玩了呀。算了，去找一找我大姐，再找她拿点钱吧。哎呀，大姐，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点钱呀？哎呀，今天早晨我不是刚给了你40块钱吗？哎，可是那些钱少了，我拿着有用呢。少了？啊，行吧，给。哎，看看。哎呀，好呀，谢谢你，大姐。老板。这里一共20000张奥特曼卡片，还带了80块钱，我带完2次。好，哎呀，我再摇一下。好，抽一个1号。老板，怎么又是个4号呀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只是运气不好而已啦。行吧，这里这么多张卡片，等下你自己拿吧，我接着抽了啊。小伙子，你只是运气比较差而已啦。不行，老板，我要再来一次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老板，你再等我一下。大姐，你这里还有没有钱呀？钱？我刚才不是刚给了你钱吗？这还不到10分钟就用完了吗？哎呀，那实话跟你说吧，老板那里他搞活动，能抽那个3周年纪念礼盒吗？哦，搞活动抽3周年纪念礼盒，走，我们看去。老板，我把我大姐带过来了，今天我一定要抽走你的3周年纪念礼盒。我来抽一次啊！哎，可一定要抽中1号呀！1号，大姐，你手气可真好呀！哎呀呀，是呀，手气可真好！来，3周年，哎呀，大姐手气可真好呀，一下就抽到了3周年纪念礼盒，咱们现在就打开看一看。哇塞，这么大一盒呀！哇，小伙伴们，我都已经看到这个叉耳卡了，咱们现在就把它打开看一看。哎呀，
这里是两张固定卡，这个是查尔卡迪教特曼，这边是查尔卡的特利教特曼，是不是十分的帅气呀、啊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卡包呀。三周年纪念礼盒里面的卡包能拆出什么卡片呢？咱们现在就来拆开看一看。哎，咱们现在拆第一包，三 D 卡的维克特利奥特曼，还有什么卡片啊？幼儿卡特利基奥特曼，这个是 GP 卡的泽塔奥特曼，这是个什么武器呀、啊？黑钻卡迪基奥特曼空中形态，哇塞！来第二包看一看能不能出其他等级的卡片。三 D 卡剃刀迪马加，这是个大怪兽呀！看看后面，幼儿卡泽塔奥特曼，黑钻卡各战强化，查尔卡，哇！赛罗奥特曼的 Q 版卡，小伙伴们，这是我第一次猜到赛罗奥特曼的 Q 版卡耶！你们有猜到其他奥特曼的 Q 版卡吗？老板，没有形态的奥特曼卡片我都给你找过来了。来，你的奥特曼积木、哇塞，这也太好了！看一下，赛罗奥特曼没形态吧？没有，奥特曼也没有，艾斯奥特曼、杰克奥特曼都对了吧？奥特曼、剑奥特曼。优斯奥特曼都对了，我等一下啊！你拿梦比优斯来充数吗？怎么就充数了呀？梦比优斯它没有形态的，这梦比优斯至少得有5种形态呢！啊，有这么多呀？算了，这些我都不要、你给我找到梦比优斯所有的形态卡，我才把这个英雄积木送给你。哎呀，老板不带这样的呀！不要就算了。别，我要，我现在就去找啊！二姐，梦比优斯难道有形态吗？肯定有。啊，这样，那你快给我找找呗。行，那我在这个卡片里面给你找一下啊。这里面会有吗？有罗索。哎呀，不是的。杰斯、特利加、杰德。这没有啊。吉尔迪加、艾克斯，哎，怎么还没有啊？哎，梦比优斯勇气形态。哦，还真有形态呀、小伙伴们，原来梦比优斯真的有形态呀！哎呀，我的奥特曼实在是看得太少了，咱们先去老板那里吧。怎么样？说了梦比优斯有形态的、没错，你看我找到的就是梦比优斯的勇气形态呢。哎呀，这才第一种形态呢！什么？这才是简单的第一种形态？那当然了，我先给你这个六一礼盒。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这个积木玩偶呀、你在想什么呢？你都没找齐，我怎么给你啊？谢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啊！大姐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梦比优斯还有其他什么形态吗？其他什么形态？有那个。梦比优斯好勇形态，好勇形态，对呀、你没骗我吧？没骗你，那你快帮我找一下呗。哎呀，我不给你找，忙着呢。哎呀，那大姐，你看这个，我把这个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能出大头赛罗的六一礼盒，你帮我找一下吧。哎，你帮我找一下吧。我不想。哎呀，最后一遍，你帮我找。哎呀，为了这个六一礼盒，我都给你找了。哎呦，早点说嘛，真是的。哎，就在这个三周年里面。这三周年里面，你确定能出吗？哎呀，100%能出的。真的呀。必须的，你看这查尔卡你不要吧？查尔卡我不要，我要梦比优斯的卡片。哎，你找出来啊！梦比优斯好勇形态，哎呀！阿尔卡钢铁武士 ，S 阿尔卡捷德奥特曼 ，S 阿尔卡捷德奥特曼，这是啥呀？红蓝卡。这里有个幼儿卡的梦比优斯奥特曼的，这是啥？是个勇士形态。这不对呀、你说不是有个好勇形态吗？就是这个。还有这么多包呢，再给我拆一下吧。不行，这三周年里面只能出一张梦比优斯。这样啊？出不来了，你第一礼盒收下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找到了。什么勇形态？梦比优斯的好勇形态。不对。什么好勇形态呀、是炽热勇气形态，说错了。我就说了，梦比优斯什么时候有一张好勇形态了？要是你再乱讲，这个积木我就不送给你了。小伙伴们。梦比优斯没有好勇形态，那我大姐岂不是在骗我呀？你大姐就是个假奥迷。哎呀，看在你也找到了炽热勇气型，来给你一盒洋焰版吧。哎呀，老板，我能不能不要洋焰版呀？那你要什么呀？我想要这个三周年。三周年你还想要？这里面专出梦比优斯的形态卡了。这里面出的？对呀、给你拿去拆，一定要拆出来。好。小伙伴们，只要拆到了梦比优斯奥特曼形态卡。奥特曼英雄积木玩偶我就到手了，咱们现在就要打开看看。小伙伴们，梦比优斯还有什么其他的形态卡吗？你们知道的话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哟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周年里面能不能把它拆出来啊。这个是两张查尔卡，这个我不想要呀。来，咱们拆第一包。看一下这个，三 D 卡的维克特利奥特曼，这个不是我想要的。阿卡阿古卢、钢铁九号、帕瓦德奥特曼、
这个是横版剧情卡。伊瓦尔卡的西卡利奥特曼，哎呀，西卡利啊，我不要西卡利啊，要加尔卡卡密拉。这个是红色机密卡的泽塔奥特曼阿尔法装甲。完了，这第一包没有啊。不过没事，咱们这里还有三包呢，再来一包。哎，看一下，三 D 卡高斯奥特曼，邪恶迪迦。哎呀，这伊瓦尔卡梦比优斯勇气形态。哎，这勇气形态我已经拆过一张了吧？那这一盒里面岂不是没有啦？已经出了梦比优斯的形态卡了，那这一盒三周年里面岂不是没有了呀？但是这里还有两包补充包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咱们拆开看一下吧。哎呀，奥特曼积木玩偶怕是拿不到了呀，咱们拆一下卡包算了吧。三 D 卡的泽塔，都是一些尔卡没用的卡，这可怎么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呀？优尔卡的梦比优斯奥特曼凤凰勇气形态。哎呀，我又拆出来一张呀！我大姐骗我说三周年只能出一张，我都出两张了。英雄积木，我来啦！哎呀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谁呀？哎呀，我找到了这个形态卡，你肯定没见过。就是这张梦比优斯奥特曼凤凰勇气形态。什么？这张卡片都让你给找到了？那当然了，这张卡片很稀有吧？哎呀，当然非常稀有。哇，确实是有点小帅呀、啊！不一样嘛，我身上有水晶对应的。哎呀，那我也太厉害了，手气太好了呀！这张卡片价值1000块钱呢、啊。哦，那这样你的积木玩偶是不是可以给我了？哎，不行，规矩还是不能碰，你得等到5种形态。小伙伴们，梦比优斯的第5种形态到底是啥呀？